叫小草，单身时长大约有一年左右。已经两年了，三年了。因为我现在面对的更多都是女性的群体，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接触异性，就是遇不到合适的。可能是更专注自己的生活。新认识的男生，他们把我当兄弟，没有一个人好像把我当女生看待。我没有谈过那种超过一年的恋爱，没有真正的去能够非常的深入了解对方。话比较少，然后性格比较冷吧。快到三十岁的时候，你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告诉你，马上到三十岁了，三十岁之后的你就不值钱了。不太会爱，不太敢，时而觉得自己是不会，时而觉得自己是不敢。很多时候不清楚女生在那里到底是在想什么。我觉得我没有做好迎接新恋情的准备。但恋爱的话，因为我是越谈我就会想的越多。我们相爱的时间不同步。以前的我是不会爱但是敢爱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的我是一个可能有点会爱了但是不太敢去爱了的人。我现在是不敢爱，异地恋的过程当中他找了别人，所以我觉得最受伤害的是欺骗。所以说你能碰到那个想谈恋爱的人，你可能会要求更多了，就也是一种焦虑症吧。天很冷的时候，尤其是冬天下雪的时候，到了晚上一个人在打游戏或者是听歌的时候，看到身边的朋友包括还有看一些电影的时候，就是每次我想约人出来吃饭的时候，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云海。我希望自己在下一段感情中更加坚定一点，然后也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，这样子能够主动一点，探索去交朋友去认识更多人，要保持一颗勇敢的心。Ha ha ha!